法师注意同学，请坐啊，请坐。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，呃，四百九十八面啊，四百九十八面。 然若引用安乐集以正讨论，讲出三种如菩提门相违背，但应该爱远离。 这三种就伫个四百九十八面倒算第三行啊，第一句，我心贪掉自心，这是第一句。这句内面的问题，就是严重的执着放未落。 这是咱念佛、安心净土第一的障碍。身体为当无碍啊，但是也毋通结婚咧。第二想结婚咧，都是啊贪得，又都是着想啊。 含着这个身体，当年，一切拢爱为身体服务啊！啊，饮食起居啊，要互这个身体舒适，啊，要互这个身体安乐，也肯定在妨碍投入。时尊等你再说。 为咱、这个啊、所即个啊所实现诶，伊毋是无爱惜身体，身体爱为学习就苦，爱为教化众生就苦，啊，分别多了后较多后。 后世地主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袂当起戒，袂当受苦，你都无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！这款的心态是错误呀，这种心态都是佛法讲嘅轮回心。 轮回心所做做的一切呢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轮回业。你啊有福行生这是轮回的善业。果报呢，在明天，每当出六道轮回，每当啊往生净土，这是咱每当。 公啊，唔知影。呀，身体是是用用、心血上唔免保养，唔是安尼。一个情话就够错了。如你如花欸，你保养，带神啊，怎样？ 万化为心，一切化为心所现。身体是心现的，色变的。无用之多嘛就今啊讲的用生之道。 用心到大心啊，也肯用心。为什物咧？心随着你嘅心念咧转变，心理健康咯，比什物都较重要。心理健康，身体哪会讲未健康嘅咧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心若无健康，想要身体健康。

心地清净，心地平定，格理不迷啊！即个心是最健康诶啊。健康诶心啊，就带动着健康诶身体。就算讲即个身体，甚至不只现象，不只现象诶基础是心念，所以心念若好。 每一、这个身体都是算念到病毒，伊就会当啊，自然的恢复正常啊，正常就是健康啊。所以佛法中叫修心啊，啊，断恶、哦、修善，所有一切毋会病毒，伊就会感染到啊。 改邪归正，就是讲有病毒，伊会恢复正常。改邪归正啊，若端正心念，上改好诶心态，身心,心健康。即、这个袂当毋知影，所以咧咱着自心。 是错啊，按怎样保养都未用了，啊！信心,心是变态啊。也第二呢，不安众生心，这个意念嘛、啊，嘛是唔好，下回。 众生一定爱安稳和谐，社会若发生冲突咯？人住伫即个社会内底。 无安全感吗？这是社会我变咯，众生有忧虑、有烦恼、有恐惧、有不安，众生变咯，我无变啊。 哇！啊，修学大乘诶，人不变，社会变咯，众生变咯，是毋是爱去管伊咧？是毋是爱去帮助因恢复安全咧？应该为什么自悲心啊？众生跟咱那是一体啊。 如果咱啊只顾家己，不顾别人，不顾社会，这个人啊，连婚也是未当往生。为什么呢？无慈悲心吗？所以这条是自悲心，拄着别人有苦有难。 一定要呀、啊！伸出援手来个帮助。啊，咱学佛的人，每一讲讲经教学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十年前。 我住伫澳洲，啊，拄着二九一一日事件，澳洲昆士兰大学诶校长来找我，派两个教授来山顶来邀请我。 是厦门因诶学校，甲因诶学校和平学院诶教授，举行一摆座谈会。座谈会主要著是要邀请我来啊，研究讨论怎样化解社会冲突。 帮助这个世界为何安定和平？这是大事，这唔小事。所以我就去咯。大声听伊五十分钟诶布局，才知影讲全世界。 有北京大学无侪，只有八学校有和平学院，即、这个学院有学位，有博士班，有硕士班，在学生毕业了后，多半拢是伫联合国服务。 调整国际上诶纠纷，以往因对付冲突诶即、这个方式咧啊，完全是用西方人诶思维，著、就是镇压啊，报复啊，旧一诶事件变得一种。 穷暴战争所以因就认真嘞来应对即个问题。用不好，用针啊是袂用，诶，袂当解决问题啊。希望啊，另外去找出和平的办法。校长因知影讲。 我早年伫新加坡团结新加坡教会宗教做开真成功，有一点仔即个经验，伊叫我来甲因来来分享。啊，我甲我诶经验，甲因啊提出报告，因啊听着真欢喜啊，从来都毋捌想着讲。 用和平诶方法会当解决即个问题啊！即摆回答，大家拢真欢喜，从我诶教授到第二礼拜又过来找我，我做第二摆诶主会。学校已经啊准备好咯，聘书准备好了，要请我担任因学校诶教授。 啊！即摆座谈完了后，我对我吟诵诶学位，并且即个啊，教授我无什么兴趣。我讲啊，若是啊，有言逐个欢喜，常常举行即种诶座谈。我讲啊，我是啊，真欢喜啊。 尽管一点啊，弥补，甲中国古圣先贤、地主社会、永之久安的理念、文化经验，我知影一点啊，我会当向诸位来做报告啊。 啊！伫校长办公室内底，也有另外一个啊，吉力回师大学诶校长，两个校长甲我讲，你一定要接受啊！啊，我讲为虾米？伊讲你即种诶理念诶，即个布局阮听真欢喜，因为确实是会当帮助恁。合国来啊化解。 社会冲突诶问题，伊望我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诶和平会议，即、这个原因啊，联合国也有请，啊，拢嘛是啊专家学者，无邀请宗教人士。但是即内面有宗教人士，少、就、数、是，即个宗教人士拢嘛是有博士学位。 拢是大学教授，即款的原因，我就接受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安众生心吗？难看着众生不安，咱就无必管伊咯。这伫啊，佛法上是无慈悲心，所以我就接受了。 即十几年当中，参加了十几摆，个会议啊，咱知影讲，充足的根源。啊，咱知影化该充足的方法啦、啊，提供好因啊真多摆。 伫联合国组组诶报告，共六年，亚哥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一个大规模诶活动。即、這个活动，我将汤迪做的实验，伫联合国做。 贵小时诶详细报告。这个活动呢，嘛是联合国会友人出席。我真侪摆报告宣讲，大家听个真欢喜，无信心啊！会后跟我讲，还是你讲啊，真好。 阮听着嘛真欢喜，但是这是理想啊，这做未到呀。我是因为即句话咧，所以想着讲一定要做实验。伫真侪所在，想要找一个啊实验点，也都无成色啊。过五年，等去故乡看卖。 七十年啊，毋捌转去咯。啊，甲乡亲父老因讲着我，这几年伫海外才，即下我当啊，啊，因听真欢喜啊，伫故乡来做啊，家乡嘅人会支持啊。 啊！当地领导著介绍汤池即个小镇，啊，我去看卖，看阿真满意，著伫汤池小镇来做实验，真紧呢，即、这个实验做成功咯。祖宗啊，保庇啊！ 三杯加期啊，真紧，这个、才成功咯、哦。我咧想着我咧还个不过，无想着我两个月了后，另外个下批来邀请我，叫我甲因啊合办啊主办的一个活动。 就是遮卡的代志啊！所以甲这個成果，具体做了啊，说明啊，中国啊，古圣先贤的这方法咧现在抑也有老用，非常好用啊！人性本善。 人是教会好呀，啊，咱伫实验当中，那只诶呀，有回回应啊，听了、啊、非常欢喜啊。一百九十二个国家代表、主席，拢希望去同地去考察。 去参观，这个会办得非常的成功。那这下拢是甚物呢？拢是安众诚心特别是咱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乱世啊，整个地球混乱。 社会动乱，地球啊，嘛有灾难。现在咱明白了，你以前或者经常讲的，咱半信半疑啊。这是佛讲的，静随心转啊。一切话从心上生，半信半疑啊。 伊折扣降低，物理学家，因类研究报告难看下咯，加佛法讲嘅就完全嘅咁款，啊，人即完全肯定了。 该生的真实智慧，无量寿经讲的啊，三种的真实，真实之智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理，这一点啊，拢未假啊，啊，就确实啦，证明咯。 人嘅思想影响个人身心,心健康，这是对家己；对外面环境呢，影响社会嘅安宁，影响地球上嘅改变。人心好，地球上所有。 所有逐年灾害拢是会当化解。啊，咱读无量寿经，即刻摩尼佛甲咱介小西方给了世界，无公告迄地是有灾难的，无啊。西方给了世界无灾难啊，可换了水灾、风灾,地灾、地震啊，拢嘛无。 为什么无咧？伊无因呐？灵岩经常讲啊，真清楚。啊。为什么有水灾？水灾是人心贪婪所干掉诶。人若无贪心，就未有水灾。咱若身体内面未讲有水遮大个之类诶病。

即个道理只有、这个、佛经上讲啊，其他的科学无讲到啊。咱的念头行为确实会造成即款的灾害袂？用业就造成了自然灾害啊，业就是个人身体病患啊，身心呐无健康种种的病患。 啊！咱现在得着科学家的布局验证了，确确实实，好讲呀，无错啊。科学家甲咱讲，要安怎来应对因所讲的两千公一二年。 玛啊，灾难嘞，预言呢？美国嘅科学家就提出建议啦，只要全世界人心去哦用心，改写规种端正心念，这个灾难就会化解。来化解一个地球大到最好诶！ 导向，伊个即个话甲佛法讲诶是共款啊，伊无学过律啊，伊无读过经。对于科学实验报告内底，人诶意念会当改变物质现象。 啊，所以佛教多难两句话，即两句的佛教是口头禅，毋唔伊诶意义抑深抑夸，伊是真诶，毋是假。两句话，下国人拢知影，分手该怎会，失别叹尽痴啊，你看。

因为你若是无安众生心，你慈悲生未出来。菩提心第三个是慈悲、啊，第三个咧，恭敬供养自信心。嘛属于贪，贪多是什么？贪多供养啊，贪多别人诶恭敬。 啊，贪多恭敬来对，五教教有五万的来对；贪多恭敬来对，有爱贪爱的来对啊，有贪嗔痴啊，故作贪嗔痴。所以啊，这是障碍着菩提心。嗯，啊，障碍菩提心里面的清啊。 无安众生心,心，是一种爱菩提心里面的大悲心，就是慈悲心。我的心贪着自心，贪着自心，这是啊，种爱着啊，真心菩提心发不出来。这三种啊，转过来咯。 我的心生现出来咯，下面啊即段咧，安、啊、乐集俗文，菩萨万里如是三种菩提门上威法，就是头前咱所讲啊万里。 咱甲这三种诶心态放下，这点个你马上就得着三种随顺和体蒙法了。你会得着三种随顺呀，何定？为啥呢？也得三种。 下面咱能讲出来咯。一家你看无念清净心，这是啊，菩提心的根啊。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呀、啊，清净心，无为诸生，有诸乐果。 还完关顶面的四殿，第四故宫，大众辛苦啊！星辛苦，咱就会当啊退休，会当承担，毋通啊，地之不过。 为自心求自乐，这才会当大众辛苦啊！如果念念不忘为自心安乐呢？这条啊啊，你就做未到咯。我提示无念清净处。 六位诸行求六，即位菩提门。所以头前讲诶三种为菩提门，都违背咯。如果无念清净心，是顺菩提门。这咱来修啊。 特别重视无念，因为清净心阿罗汉有，阿罗汉无发菩提心。换一句话讲，阿罗汉的清净心内底也有念。啊，什么是念？阿罗汉帮助众生。 教化众生，众生若无接受，阿咱就退心咯。啊，众生太歹做好去啦，煞卖多伊咯，退心啊。这著是染污。啊，伊即个念甲、啊、咱的念无共款，那咱念是念着染污，伊著是即种一点点啊，但是也菩提心著会失去啊。 无容易啊！你家安清净心，为普一切众生苦果，一定都爱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，这是菩提、啊。 时时刻刻念着，化解一切众生的艰难困苦啊！咱都爱啊，尽心尽力啦、啊。啊，现在做好事困难啦、啊、不是菩萨。 不容做到啊！好才有耐心，好才毋惊艰苦，毋惊重言，因为现在众生无受着圣贤的教育。 真正做一观念，拢偏差咯。有困难，你去帮助，伊怀疑你。哇，甲你买缘无故，你为啥物要帮助我？你有啥么企图？你有啥么目的？你是安尼想啊？ 那袂个你感恩啊！啊，如果个你当做是一个歹人，认为讲你有企图，你有目的，你袂这么便宜，你甲看这有什办法呢？所以现在，我发你讲，都众生困难啊，太难咯。 你要用什么方法证明你讲无企图、无目的？这是当真的，毋相信你啊！世界上哪有即种人呢？伊认为讲你,你有企图啊、有目的，你占便宜，这是正常嘅。你讲你无目的、无企图，伊认为讲你无正常，伊惊你啊！ 你真正困难啊，所以好加工啊，好多语言难啊。什么是语言？你、嗯、帮助伊接受啊，伊会甲你感恩啊，伊顺从啊，伊啊得到利益啊。 即款诶人无罪啊，所以眼睛、耳、血，听到诶先欢喜心。按照佛法来讲呢，拢是记记心中，生生世世。 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！如果计今生中无恶计，啊，这一生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啊！伊袂当接受，伊所看到是眼前的利益啊！你伊讲佛菩萨，伊唔相信；你伊讲内心的利益。 伊讲迄是宗教啊，迄是迷信啊，立刻就甲你否定了。大雄内面讲啊，净土法门啊，难信之法啊。现在我看八万四千法门。 每一门，拢是难信之法了；净土啊，是难中之难呐、啊。有几个人相信呢？听到真正系相信，真正系接受，也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也、啊、都是弥勒经上啊所讲嘅。 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啊！多善根、福德是你过去心中多些修行的结果啊！唔是一生一世、两世，真像《金刚经》所讲啊，一世、两世无遮大嘅善根福德啊！ 啊！咱今仔日灵心灵行，不管是要求生净土，哎，都亲像金刚经讲的啊，无量觉中，就这个神君福德因缘，在一生当中成就了，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了。这一 所以，拄着众生，菩提安汝一切众生清净处；若不作心，发一切众生离生死苦，即变为菩提。就超前所讲的，看到众生苦，众生的六道轮回，伊就苦啊。 爱帮助伊，帮助伊脱离生死啊，脱离轮回啊。念念啊？毋通袂记哩即个心。你啊，行为上，来来看众生诶，缘分咯。伊是毋是接受？ 会接受诶，一定爱帮助伊啊！啊，袂当接受即个法门，看伊是介伊什么款呢？教伊什么，伊就该讲什么。伊也真欢喜做人，伊求人间的富贵。 伊就甲伊啊，讲这啊道理啊，伊欢喜，伊会接受。所以，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有智慧，有善卡方便。 啊，有八万四千法门啊，都一个法门合适，著用迄个法门。大圣爱和大众对佛法认识，无认识就袂用哩，一定爱认识啊。佛是甚物？法是甚物？佛教来用是甚物呢？ 而福有甚么好处？就是创清楚、创明白咯，伊了解了，伊才会欢喜接触。啊。啊，咱若福做福的地主，爱明白，爱解老实的生活，老实的工作，老实的待人啊，接物。 走出来互伊看，就揭开魔力盒，等你走出来咯。啊，大家看到都不怀疑咯。真正咱是放的落啊！自食自力，名门利用，确实是放的落。哦，人伫边仔来细心观察。 确实是有一点啊，即、這个无念清净心，未贪名，未贪利，对人真诚，别人对我希望，我对伊真诚，甚至别人诽谤我。 忽略我、陷害我，我也是是对伊真情恭敬啊！你若问为什么？因为我也要来去揭露世界啊！我想学佛啊，佛是我的朋友啊，是我的啊，典型啊！我若无安尼学啊，我会去六道轮回啊！我无想要去六道轮回啊，抑佫想要去六道轮回用、啊。 轮回心无所谓，现在我也想要求生，叫做世界，我袂当用轮回心，我得爱用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轮回心是妄心啊。伊若甲即个创清楚、创明白，伊就袂怀疑咯。伊甲家往来，伊就会放心咯。知影讲？你袂骗伊啊？ 你会害？现在即个世间，中国古里毛一句话在讲：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现在迄个防都防得伤厉害，啊，所有谓人拢看做歹人啊，那就是社会转型啊。 啊！我头一摆出国，伫美国，即知影讲美国诶海关，看人是安怎看咧？看每一个人拢毋是好人，必须你都爱提出证据出来，证明你是好人。你讲会害也、啊、未害？啊！咱中国自古以来，老祖宗教了咧。 看人，每一个人拢是好人，无一个是坏人。坏人一定要提出伊做坏代志啊，啊，来证明伊是只坏人啊！你看现在断到病咯，这偌可怜啊，这也、啊、是中国古人讲，这是机体大略。你那用这款心来看我咧？ 现在的整个社会，拢电脑病，咱拢明白咯。去外国去办一个签证，也得爱亮面证，学堂方的警察啊甲你出啦，你无犯过罪啊？无做过非法的代志啊，抑有即种麻烦的代志啊。 啊！咱生在即个时代，知影即个时代众生苦啊！咱啊亲身去受着呀。来生呢，咱来帮助家己离苦得乐。然后，咱啊帮助有缘的众生，欢喜、欣欣、应该。 宁愿人,人行咧，这拢是无言的众生啊！要多爱甲帮助伊啊，爱成就伊，个成就家己拢共款。是故，我以这种辛苦，是顺菩提门。 一定爱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而那里苦难众生实际上是难多啊！伊个观念错误，伊啊心目当中世间无好人，所以菩萨啊帮助因也非常是辛苦。 啊，总得爱用智慧，用先较方便。哎呀，了解因啦、啊。第三六清净心，落实爱好啊，是欢喜。 要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果啊！我一切众生依苦，一听您这句；我一切众生得乐，这是后面的这句。为帮助众生。 现在社会两种人，一切需要帮助，一、这个是儿童，一、这个是老人。即、啊这个时代老人非常可怜啊，咱哪家己爱知影，家己现在随着年轻，会老啊。年轻无觉悟，老诶，时要安怎呢？ 他、啊、的过去，一路养老的义务，有养老的责任，袂当啊，无养老，养老不如云呐。现在社会啊，无即个教育啊。 啊！中国现在嘛有外国咯，无乜只只老人，外国嘅少年人，十六岁算是成年。我离美国都啊真久，美国嘅社会，囡仔十六岁就成年。 在拉黑就是讲，你爸母也当没管你啊，你要离家出走蛮易扯，在拉黑心年咯。我的美国，问有母个东西，中国人，伊那离家出走，伊同去报警才。 经常问伊讲，汝囡仔偌大汉，十八岁，啊，十八岁汝阿过咧管伊？在那岁都免管伊咯，十八岁过咧管伊。即是外国社会啊！啊，是真早做儿女离家，呃，出走以后啊，而且世人甲父母都无过见面咯。 如果若一年过年诶时阵寄一个贺年卡来啊，呃、哎，伊欢喜个不得了啊！你看我诶囡仔，无袂记咧，我、哎。伊个老人可怜呐、啊，都是做爸母诶，无疼儿女咧，毋过儿女伊都毋知影通疼爸母啊。毋过儿女都毋知影爱爸母啊。 用古人咧讲，到你家己啊，养儿女诶时阵，你才知影讲父母啊对于你的恩呐、啊。也过外国人家己养儿女，伊也毋知影讲父母啊对伊诶养育之恩呐，也毋知影。伦、啊、理、啊、道德、啊、因果，拢嘛无咯。 这是啊，今仔日社会，所以今仔日社会动乱诶，因，咱知影咯。今仔日地球上种种灾难诶，中中的因，咱嘛知影。啊，要安怎来应对咧？咱知影。 但一般人伊唔相信啊，伊也袂当接受。科学家研究诶是物理，伊也无了解心理。呀、啊，咱知啦，伊就说。 尖端的科学家真正发现了物质现象是意念显现出来，不家知影人无罪啊，唔是逐个人拢知影。 意念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，所以佛讲咯，境随心转有道理啊。诶、哎，有科学家诶依据，境界真是随心转，毋是假啊。 啊！咱帮助众生离苦，那都要帮助众生得乐。哇都要在这讲的，即、這个是儿童，儿童好何来甲教？伊伫将来是社会有路用诶即个人才啊。 少年人干我咯这社会无救啊！少年人若是没黑，这个社会都无救啊！老人可怜呐、啊，用力呀、啊，育女，一路不好。 无未照顾，即老大人，甚至连生活啊都拢无咧照顾，即款人也、啊、伫今仔社会太侪太侪咯。甚至讲抑阁有，即嘛是相当最下即人数，嫌弃爸母，讨厌老人。 一大不好啊，真未了解啊！咱甲伊讲，伊完全毋捌，伊未当接受啊。所以老人老诶时阵，大部分拢去养老院啊。 养老院，我去参观的真侪，早年我伫五六十岁时阵，我伫养老院有有认识啊，所以每去一个国家地区，我一定去看这个所在老人的。 福利事业，参观啦养老院，底扎尼，美国老人院也未歹，办得未歹。迄、那个时阵，美国富强，然后现在未用你咯。 外、啊、国所在诶养老诶，即个事业在开算讲是澳洲做甲上好，也、啊、只是物质上诶照顾甲真周到，精神上拢无啊。老人伫遐咧创新每工坐家等死，共款伫即个老人院。 我想，老人心情都未好啊。为虾米伊无爱讲话啊？每工就呆呆坐伫遐，真正中国人所说讲坐咧遮等死啊。老人伊每几乎每一两工，都有人往生走咯。常常会去看到即种现象，心内想天着都一讲等了我。

经营老人事业的，啊。因啊，从事这个行业赚钱啊，甲伊当做一种生意，买卖来做，毋是领导啊，伊是商业化。是毋是好？即老人娱乐嘅节目咧，伊讲有啊，一礼拜有一摆。 而且一个月一两摆啊，即款学校的学生来这来唱歌、来跳舞啊，啊来安慰即老大人，唔过真侪老大人无爱看，无爱接触。甚么原因呢？ 哎，表演老人无介意啊，无爱看，无爱看伊咧跳舞啊，也、啊、无爱听伊咧唱歌，就是中国人办个老人院啊。我著甲因讲，我讲毋呐讲伊无爱看，我无无爱看，伊就大意咯。为什么？老人啊。 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你爱个伊年轻那个年代歌舞啊来表演伊看，伊就欢咯。了。也讲哦，这是我虽然时阵听着，这是我虽然时阵的轻微啊，那无讲咯。因呐，拢无想着啊。你讲我这里老歌來給聽，听来会听一点喜欢啊？ 伊若听到一定会来听，你若用现在即款的热门的音乐，一听到会讨厌，没习惯啊。真要食物件赶款你爱下个口味，伊都真介意啊。无人想着啊。 所以这事业非常重要。我是甲因讲，我讲恁重视照顾老人的这个事业啊，这是什物，这是世界上啊，第伟大呀啊，神圣的事业。伊毋知影，伊问我为什物，你是安尼讲呢？我讲老人如果伊的日常啊，生活无欢喜。 心内有怨气，有怨分呐、啊。你知影无？你将来啊，死了后会对三多。如果你来当去啊，晚年快快乐乐，欢欢喜，喜、啊。每工啊有讲有笑。哎呀，将来啊，死诶时阵升天呐。而且过来人间来咯。就讲你家己啊，对地界。 送去到天堂，这是甚么款诶事业呢？是上帝事业啊！这毋是普通人诶事业。你会做即款诶事业，帮助这老人快快乐乐，拢会升天。啊，你将来要去到位，你将来会升天，天神啊！你毋是凡人啊！ 对佛家来讲，你是富菩萨啦、啊！即、这个行业了不起啊，即、这个行业太伟大了，帮助即个人未去对恶度，你家己嘅果报肯定是成佛。 今天，这个事业这一生难得啦！啊，你有这个演技拄着，啊，好好做啊？这个事业太伟大了，无人知影、啊。你怎样做这个圆满呢？真正是中国古人讲的“孝子。 言顺啊，最重要诶啊，著、就是老人院诶院长，伊来扯头才会用，伊扯头会当真好道。啊，下面全部拢是真好道。伊无扯头叫别人做做袂到诶，收袂到效果啊，一定爱家己扯头啊。 一个机构领导人是关键，成功失败伫个人，像一个家,家长是关键的人，一个公司头家是关键的人，一个地区领导是关键的人。 咱中国古人常讲呀，一个人有福，天下人拢得福。即个人是什么？这个人是领导人啊。所以咧，包括无量啊，这是啊，大主大悲啊，这是菩提心。 菩提心的他受用，又令啊以这种心得大菩提果，摄取众生，成比国土果，这、就是啊正中。 阿、啊、所讲咧，你未帮助即个众生，转到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呢？菩提是毕竟常乐住啊，永远常乐啊，永远未受苦，只有极乐世界啊。 这是正宗所讲的菩提心。若不能一切众生得毕竟啊上乐者，即为啊菩提门。你若无这种心，假众生啊得究竟乐。 对应行的进入，你若违背你的菩提心，此比竟上乐亦何离得，要以大疑门啊，这个也、啊、不是用易的代志啊。 已经上路是未安怎去？伫钓咧，是即、这个世间无诶啊！即、哎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已经甲咱对上上有甲咱讲，即、这个世界苦啊，三种苦：苦、苦、坏苦、永苦。户户户户户户

伊合理的啊，以大义门，大义门价未必安乐福国事啊。中国人讲义，伊啊，这个意思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叫做义啊 这毋是普通的鱼，大鱼啊！整理化隆重古着，诶，都是宽道啊，众生修净土啊，叫了世界介绍给大家，这是大鱼。 大心也和众生认识叫做世界，了解叫世界。耶啊，欢一心，伊啊，真心哦、喔、想买去，你都甲方法来讲。 啊，最基础诶物件，经未当讲无读，要安怎来读呢？专读一部经，若从杂咯，若从做杂做什么？你诶心散乱，都是即部无量寿经，逐天去读。 一遍念完，念两遍，两遍念完，念三遍，可能讲啊，读书千遍，意义足见。可能念上一千遍，你的信心决定也是未改变的。你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你未有第二念头。 那、啊、这种坚固的意念，你会发现阿弥陀佛都知影了。果的决定啊，亲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：“见见东来，必定见佛。”你看到阿弥陀佛。 你会看到极乐世界，你敢袂相信呢？当今时代为万代书，但啊，中国净土中第一代的祖师啊！ 啊！咱伫伊老大人传奇内面看到，伊一生三摆看到吉鲁世界，伊拢无甲任何一个人讲。王星喜讲呢，伊个看到了，伊则个逐个讲，伊讲伊要去咯。 讲出了过去啊，八、啊、三拜看到叫世界，现在叫世界够现前咯、哦。阿弥陀佛来接引咯、哦，莲下内面要尽做，你啊尽情往生，够足侪人拢得着啊。阿弥陀佛做一个来个迎接你啊。 动手问伊讲，叫世界是甚么款咧？伊甲逐个讲，甲无量寿经顶面讲诶啊，完全共款诶？这哪会是假诶呢？为万代师忘形咯。 啊！咱做静啊，这是真王生，毋是假王生。头前三摆啊，临终最后一摆，拢算是现前见佛。王生以后迄时啊，东来见佛，现前东来必定见佛。 可能一心专志啊，完成彼国，欲速咋会无上菩提啊，这个花就是得掉啊！咋一刚成就，他一刚得掉，得掉不是普通的菩提，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是成佛啊。 如来高地上诶，菩提啊！方法是虾米呢？就是一心专念。这个所在讲诶，是一心专志啊，二、就是本经讲呀。 一向专念，只有这个愿望，其他愿望拢总无。我完成西方极乐世界啊！住在你这个所在。 几简单朴实的生活，凡炎放下，都已拢袂去咯。啊，即款的心态，咱来问讲，伊会惊灾难袂？现在有人甲伊讲灾难来了，伊一点啊拢袂惊。 为什么伊心目当中著叫王生啊？真系来度王生啊，欢欢喜喜啊！对有灾难啊，现前不惊不怖，无恐怖，无惊吓，自自然然呢？伊、啊、为什么不惊不怖？伊心内底有阿弥陀佛啦、啊。 阿弥陀佛加持呀、啊！阿弥陀佛增加不比呀、啊！如果哪有这个境界，永生咯。无这个境界，一个留落来。啊，留落来从什么？留落来呀、啊，来！ 帮助啊，苦难众生啊，伊是菩萨啊，伊欲救苦救难啊，以上所论为菩提门啊，故随顺菩提门。 展现发心为顺之意。上面所讲的三种违背了菩提门啊，三种也是随顺菩提门。咱说明发心为顺啊。 花一化菩提心，就是正一正，影响体究啊，这是体会、啊，就是参究啊，哎。 常常检点反省，我是不是有违背菩提心？我是不是随顺菩提心后面讲陀佛，这无作为菩提门，威胁本源，啊，你陀错了。 你注重往生、啊、你家己种爱你家己往生，受了一世人，最后也是去六道轮回。这个话有重要不重要啊？为什么重要？咱就是现前，你看看真正做诶修净土诶同学，为什么做也未当往生？ 完全明白了，伊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过做作，违背了菩提心，这是未当往生的原因啊。咱未当毋知影，咱毋知影，家己若是讲烦着，将来未当往生。 唔通怪别人，只在怪家己。别人未甲你障爱啊，你任何求往生，任何人拢未当甲你障碍。要么鬼怪也未当甲你障碍，反正债主也未当甲你障碍。啥人会障碍？家己障碍，家己啊！ 这是真的啊！妖魔鬼怪啊，万神借主拢在挑拨，互你家己种个，中你家己，你家己若未种个，你家己，伊对你一点仔办法都无。即、这个道理未当啊？毋知影。 啊！菩提心，咱著学习到即段啊。下面是修行嘅方法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无量寿经顶面教导咱嘅方法，著是即两句啊。一向专念，即、這个方向，即、這个目标，即、這个方向，西方叫做世界。 即个目标，勤滚阿弥陀佛，但就成功咯。你看，换了菩提心，会当以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即、这个人决定得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做佛。 功德圆满咯！即、这个世界爱放下，一诶贪念都拢无。必须爱做教啊，弥陀要解文，无一切方便之中，究其自直接自完顿者。 目浴念佛，有心净土。好、啊、列大师讲的啊，啊，一切方便是啥物呢？就是大乘佛法啦，百万四千法门。百万四千法门里面，你要想求最。 直接的，就是什么呢？现在人讲，未去行弯路，一接了动啊，啊，就是最快速、啊、最完顿的，几万吨的那快速。 比较快速，而且弯弯顿翘，晚顿弯门，是在新教里面第一弯门，是什么方法呢？ 无歌有啊，念佛，修行净土，从极的方法啊，一生当中而成就。而且真正做的人，毋弥著经常讲的，六一六二,二六三六九六七日著成功咯，毋是假啊。 啊！咱伫从土生天路红星段内面看到啊，即个字。啊！咱伫这一生当中嘛是有看到即个字。我在美国，啊，里兰州。 距离花富不偌远，看到周光大先生开面包店，虾米宗教都唔相信啊！伊无宗教信仰，条条眼睛，边个医生转过伊无办法。 很久了，无法治疗，和引导的人带伊转去。这个时阵，厝内人则想着讲要求福、求神、求仙，伊望讲有奇迹出现，啊来测问啦。啊问起是拄好伫马里兰州啊啊成立这个佛教会，叫做。 华富和教会拄拄啊，刚刚成立恁请我做会长，来找阮说明即个状况啊啊，拢是中国人，那阮遮著有两三个东修啊，真正热心诶去拜奉伊啊。 即个看确实是无办法救，所以就直接了当坑伊然后求先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好处讲给他听，伊即个听还都欢喜，这个、是神棍啊！伊即个听就接受，你看无宗教信仰，即、这、拄、个、到的时阵啊，伊竟然都会相信。 甲因厝里诶人讲，毋免过去求医，要阁求我诶病会好，恁逐个拢总来念佛，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弥陀三工诶往生，真正往生，上非常非常稀有。 啊！伫经常讲六一、六二、六三日，从来毋捌接触过佛教。一介绍伊著欢喜啊，著会相信，著发愿。三日，你也好好无断。啊！阮即个十几个堂客轮流帮伊助念。 啊！咱对阿弥陀经常讲的话，相信咯，咱看到咯。又一邪念，佛法门之中究其啊，最干易、简单容易，最简单、最容易，最稳动者，最稳最动的。 无了，心愿转祈冥河，连阿弥陀佛冥河。有闻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啊，一面掉的敬慕不禁，即、这个即句意思就深了。 虽然亲，我相信咱咧同客会当啊，体会会接受。为什么咱若听着学习遮尔侪年啊，咱若肯定一点啊都未怀疑。阿弥陀佛，即句名号啊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万德洪名。 一句名号点开，那都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诶境界。一句名号拢包了，啊，一句名号，那、啊、都、就是圆满含摄。 为办四情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！你念即句佛号，你甲整个佛法拢总都念掉咯，一点都未漏的。念即句阿弥陀佛，甲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也拢总念掉，拢包括在其中。 呀，大小两本，我们供掉了。十方诸佛，赞叹弥陀啊！十方诸佛，请阿弥陀佛为供众接尊。 不种之王，释迦如来无尽的为劝导众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不得了了。 啊！念即句阿弥陀佛无比诶殊胜，真正不可思议啊。以命调德，用即句名号调来诶德，即、这个德有修德、有性德。 净德修德，拢总调来。哇！一句话，你就完完咯。何者即此名号为正形修行一定要知影，我都是用念佛，都、就是即句佛号，不必敬谢观想、参究、定行。民国再用咯。 念佛啦、啊，有四种：观想念佛、观想念佛、持诵念佛啦、啊，拢毋免咯，都是知名啊。知名念到相应，啊，四种念佛全得到了。但就是禅宗的啊，到下全拢唔灭咯。 你就是即句佛念教对，你看最简易、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地接、地接了动修行悟佛的大道，不是菩萨道，不是声闻道，不是缘觉道，更卡不是天道，是幸福的大道啊！ 啊！四处世间一切法，究竟圆满的大道，这看不去修，这敢未认真去做呢？我学了六十年，哇相信了。 越学越相信啊，越学越无怀疑啊，越学越肯定啊，甚至啊，我的早年都非常想要学连李大叔。 眼力大师嘛是有讲黑头门，到晚年拢总放下，著、就是一部《弥陀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。我嘛是想个拢总啊放下，一生著学一部的好，迄、那个时阵。 老师也无解这部经传好我，传好我的是弥陀经要解。我咧想一生学、哦、也要解，工也要解。以后老师这部经好我了，我看到无量的欢喜啊！ 华严经无讲了，讲了一半无讲了。我就算讲无量寿经，讲了十遍啦、啊。我本来想讲一生永远讲落去，著讲即部经。拄着三个人，第一个是开心法师，台湾台南诶。 拢用心了，每摆看到我，拢劝我讲《华严经》，非常亲切。甲我讲，伊讲你若无讲《华严》，将来后来无人讲咯。我真正感激，无动心。第二摆是去北京、啊 拄到唔连做老技师，老技师劝我讲华严意思同款啊，我嘛无动心。最后，韩馆长王兴，王兴前两讲啊，非常恳切的求我。 一定爱甲《华严经》讲一遍，然后七套录像带和小林做参考。我答应伊，我希望伊的病啊赶紧好，无想了过两天后伊也走了。三位代表的 所以，我伫新加坡迄几年，我甲汝无闲。技术就讲到即个位，汝无闲技术非常欢喜啊！代表三个代表真正来开张，也搁做两个塔，华严塔作为开光华严经的纪念。 讲了四千瓦小时啊，大讲到四分之一，有四分之三，估计亲像我这款的讲法，都要讲两万小时，真正是大经啊！ 有年，清明，我看到灾难愈来啊愈多咯，愈来愈严重，所以我就經經跟建国家发愿经暂停讲这部大经，为什么救难呢、啊？这个大经。 世间意志之节即完顿啊！新冠起名，我定会救家己啊！我定会救社会，救地球。估计啊，这部经。 一千两百小时，就会让圆满。啊，那现在差不多到八百小时了，这布经圆完了。玩玩哦啊、阿弥陀佛也袂来接我，啊，咱就搁再来讲华严。 各讲发言，我着想讲无要真就较早迄款讲法。我讲精彩啊，片段，华严经内面最重要经文提出来讲，一般会当看捌诶，就毋免去讲，讲精彩片段，安尼就会当甲时间缩短。 由文中抄文《金经》所示啊，这个《金经》是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初心反复，但是有靠灵清，你有靠能念。啊、呃，呃，这个啊、呃，这个清著、就是啊，加、呃、以念出来，有心能念。 这是心内有佛，嘴内有名，有佛名，该可修持啊！这是讲容易啊，做法心的凡夫，像我去拄着诶这个就、这个、公大先生，还是真正互。 啊，临终前三讲，才听啊，就是讲啊，临终前啊三讲啊，才去接触着宗教，啊，拄着、啊啊啊啊、佛教啊，拄着咱即个正宗，啊，甲伊讲念佛啦、啊，伊著会当啊接受啊，伊著会相信。 改渴修持啊！各地出经所施，乃啊至干至易，上简单、上容易的法门。要若志气明和，不问寒忙，不苦动静，行住坐卧，改渴修持啊！ 是讲什么咧？修行的方便呐、啊，也太方便咯！毋管你诶日常诶工作是用抑是无用，若不去东静。啊，你坐伫遐念也会用咧，你伫咧行念也会用，你啊散步嘛会用。啊，伊这时伊这处。 只要无咧用书，毋是讲咧、这个、思考的问题啊，你可以念啊。除了咧困，除了思考问题，佛号也停落来，其他拢总会当念啊，现住这个，拢会当念。 都伫门窗顶念诶时阵，啊，都毋免出声，心内啊暗念同款。啊。因为都伫门窗顶出声的香气，对你诶啊健康有妨碍。都伫门窗顶会当暗念就好啊，你看偌方便呢？ 各地出境所喜，弥陀经内宾啊，咱开始来至敬，这是金呐、啊，无比这个法门成就搁较敬呢，至敬更是至敬。 万富生活最近的一条道路，也真近的成就啊！发事方法仍是门径啊！最快捷、最捷径的方法门路，生活的方法。 生活诶两路啊，有清明之法，这都是清阿弥陀佛名号修行诶这个方法，不玷玷污。 不见男女，若贫若富啊，若贵若贱，皆可受之啊。你阿无选择，你是平等法，你是圣贤的应理。 利息如此买用利，男子、啊、会用利，女人买赢，贫穷买当收，富贵买当收。贵是有地位，贱是无地位。无论贫富贵贱，拢总拢会当收。 这款的法门要去都位去找呢？为万世千法门啊！用即个条件来讲呢，真多法门拢淘汰了，唯独释名两个拢总拢俱足。 何地出经所是呀？一个出经讲的都是弥陀经讲的小本，当然小本如是，大本无例外。啊，大本小本是一部经啊，一个讲较简单，一个讲较详细。对知识分子，对现代人都爱讲较详细一点啊。 无相信伊未了解，伊未通接受。弥陀经会当接因，善根福德因缘怎好？善根福德啊差一点咧，无量受精好，伊听无量寿经也相信。 乃立基之光之法门也，立受众生啊！都、就是讲即、这个法门诶，动机者，有下即个法门诶，条件诶，人太多太多咯。会使讲是找无即个人，未。 适合啊修即个法门诶。即款人，找无，人人拢会当修人人啊，人人拢会啊往生啊，人人拢会当啊一生成佛，即真正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即是咱袂当讲，毋知影啊。 这嘛是咱啊，未当讲啊，要认真来学习诶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其他法门无把握成咒，唯独、啊、这个法门，真正是玄德大师所讲诶，万修万能去啊！咱来相信这句话。 只要你袂违背啊，菩提心，你会啊随顺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你就决定成就了。以一切经来对，一切法门来对，那功高立基的。 真正是做到自供自只有一部经咯。如这部经以外，你也找无第二部咯。现在啊，时间到咯，咱今仔都学到这底。